一翔可以用土味情话撩老师吗？莫云，你是不是很会夹娃娃 ？Oh my god！ 不然你怎么一直夹住我的心？很困惑，怎么办？直播人数从4000多，现在掉到300、200。不要这样子，我还有3句土味情话，你是谁？我除了你还是你？老师是宕机还是真的没有反应？我也喜欢说看人家，我只能对你讲。哦，这个也在刚刚的一块吗？你很心动，立翔同学有听到吗？他认真在煮肉。他有要觉得这是一个直播，对，他就是吃播，他就是吃播。假设一翔真的做父母的话，他会跟那个妈妈一样吗？会长一样吗？我们来提问，一翔会是控制狂爸爸吗？绝对不会，我绝对是用最开明的态度在带我自己的小孩，绝对不要跟自己的妈妈一样，跟自己妈妈一样是没有办法。到时候我这样子，但是呢。为了观众，一定要跟自己妈妈一样，因为这样才会有弟弟雷克勒。说想要许愿，一翔可以用土味情话撩老师吗？哇！准备好了是不是？他一直在。莫云，你是不是很会夹娃娃？不然你怎么一直夹住我的心？很困惑，怎么办？有这吗？这是观众给的，跟剧有关。直播人数从4000多，现在掉到300、200。那我要怪观众哎！不要这样子，我还有3句土味情话。你还有3句吗？你该不会就是在铺这个梗吧？你查一下，那我们放在备忘录。我是九，你是三，我除了你还是你？老师是宕机还是真的没有反应？老师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说可以，你得到认可。耶！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不是，我觉得一翔，因为我们不在现场，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他那个情感的震荡，他要看现场女生的。对，老师对不对？我也喜欢是要看人家，我只能对你讲。哦，这个也在刚刚的一块吗？临场，一翔的真心话。麦克风看流利，想撞。我要看一摆教一摆，我要看一摆教一摆。因为我拄我店的物件哪袂，咱就厉害，咱就厉害。你为什么害我？我害你什么？我这么喜欢，害我这么喜欢你。哦。哪一幕真的笑到不行？每一幕都不行啊，因为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，在阿成的角色引起浩廷的注意，所以我看他也不是，不看他也不是，因为我就算不看他，其实中间我还就是有一点偷偷想说，还是不要看他好，我如果一直想笑的话，然后就把眼神就收回来，可是他还是会就想尽办法就是让你看到他，所以还是很怕。他会丢什么球过来？没有人喊 action， 不知道怎么办。3、2、1 action！ 麦克风看流利，想撞。我要看一摆教一摆，我要看一摆教一摆。这我听得懂啊！有，再一个好不好？想撞是可以的，想撞可以。action！因为我拄我店的物件哪袂，咱就厉害，咱就厉害。皮卡丘多了左脚叫什么？皮卡拼。皮卡丘那多了右脚呢？皮卡潘。
那如果他跑起来呢？乒乓乒乓乒乓。这个有哎，这个有，他笑得很像。天哪，有动作啊！乒乓乒乓乒乓。天哪，有动作。有，超走了。很开心。四三二 ，Action！ 你为什么害我？我怕你什么？我这么喜欢，害我这么喜欢你。